前臂和手腕手指在拉球中的作用有什么不同？这样拉球真的好轻松。想学习更多乒乓球技术的，晚上8点来我直播间哦。那我们很多球迷在拉这种球的时候不太注意，不太注意，都是靠前臂去拉。哎，拉的话呢，哎，或者他变成这样子去拉，啊，这样子去拉，用前臂，没有手腕手指去拉，要就质量不高，要就质量不高，要就的话就是下网，你看正面，稍微往侧面一点点，把手腕撇开，你看，啊，是吧？啊，就出来了。啊、哦，好省力，老师，我拉球感觉撞不实在，撞不实在就是你的板子量不好。你试一下，拉球的侧面，啊，尽量拉球的侧面，啊，撞不实在是因为你的手这样子去撞，撞不实在。你这样子去撞下，它就实在了。你把拍子撞不实在实的话，或者磨打磨撞磨，啊。撞磨撞不好的话，你看，它就撞得好了。